我们现在呢，在我们订的这个酒店，酒店的名字叫 Hotel Barcelona 1882。我们呢现在就在 Roof Garden 上面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早上去参观一下圣家堂，圣家堂参观完以后，我们就准备在这附近逛一逛，然后晚上九点的时候，亚历山大就会过来开演唱会啦。这就是今天的行程。大家下午好，我们刚刚逛完了这个巴特罗之家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巴塞罗那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，叫做米拉之家。米拉之家呢，也是由这个著名的加罗尼亚现代主义建筑师安东尼·高地代表建筑之一。这是当时1960年左右的一个富商委托这个高地建的一所非常宏伟非常漂亮的房子，耗16年建设完成。当时他是为了讨老婆，所以就建了这么一个房子，感觉这个比巴特罗之家还要大一点。
家 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我们呢现在还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check out， 所以我就现在来带大家看一看我们酒店的顶层是什么样子的吧。然后单程4.2元，往返8.4元。
就可以去巴塞罗那啦。我们那一站叫巴塞罗那 Sants， 巴塞罗那 Sants， 千万不要只输 Sants。然后又发现有很多站叫 Sants， 然后你就被他迷惑了。这个我们有很多网红的这个教程怎么拍这个照片，我们来让 Simon 给大家示范一下该怎么坐在这个长椅上。嗯，说什么？Thank you.